大家即看见啊，查理就会用台湾话来看全世界。今仔日是三月七日，国际妇女节咯。这里你敢知影是安怎来的？是甲女权有关系哦。今仔日咱就带各位观众朋友做伙来了解，为什么即天会变作是国际性的节日了？咱来看哦，这个国际妇女节是为着纪念女权运动存在哦。根据啊，这个联合国资料，这个、故事爱为这个20世纪开始讲起哦。迄当阵啊，西方国家正在快速工业化，也還有经济发展哦。不过呢，无好的工作条件，也還有增加这个工资，和各种抗议，也還有罢工的活动是不断哦。其中啊，参就是纺织业的这个女工哦，比起其他行业的男性比起来，并无得到平等的对待哦。所以呢，在嘞种种因素之下，工人诶是选择嘞1857年的3月8日就行路来抗议。不过呢，这都开始啊，运动并无得到经济注意哦，一直到1908年，伫咧美国纽约啊，有将近1.5万的妇女人哦，来抗议，要求缩短工课时间，来增加工资，并有选举权等等啊，并跨出讲向前经济保障，也佮有生活品质的一个胖甲玫瑰的考核，才受到重视哦。这女性的劳工其实伫台湾哦，隔冬啊，美国社会主义党有宣布，定做迄天就是全国的妇女日，所以头摆庆祝妇女节是伫咧1909年的2月18日，迄当阵啊，美国社会党有发表一项宣言哦，因号召啊，伫每当2月份的最后一礼拜来举行纪念活动。虽然讲争取妇女权益的声音有被听到，不过啦，不幸的是，伫咧1901年啊，美国纽约内沙工厂是发生火警哦，造成火灾啊，这个是造成140多名的女工人来死亡，其中大多数是这个意大利也个犹太居民。经过安尼大火悲剧，真济无平等的对待，更加引起世界各地对女性工作也个环境的不满。伊当阵除了修改劳工相关的法条，也个对这个美国的劳工立法产生重要影响哦。所以有出现一位啊，国际妇女运动的头人哦，伊叫做克拉拉柴特金哦，伊伫咧哥本哈根举行的国际妇女会议上也进一步来发声了。伊安怎讲呢？伊讲啊，因应该为全国的妇女来设这个节日，所以呢，这个是国际妇女节由来。这个妇女节日子一直到第一摆的这个世界大战期间才有一个影哦。伊当阵啊，俄罗斯的女性是集体来罢工，因不满这个工厂环境真歹，也佮有食品欠缺。食拢食袂饱，是要求胖甲和平。因发起四月日子，拄好是俄罗斯成立的3月7日，所以咧，即天就成为妇女争取权益的象征日子咯。即国际妇女节啦，联合国正式确立的日子是伫咧1975年的3月7日哦。即天的代表是虾米色咧？就是即个橘啊色哦。橘啊色代表的咧，就是正义也够尊严哦。国际妇女节除了庆祝女性伫咧社经地位、文化、政治地位的即个成就，嘛强调女性的社会价值哦。所以咧，嘛有促进即个性别平等的推广。虽然讲这个节日就应该是法定假日，不过是安怎？咱今仔日更爱来上班呢？其实啦，咱台湾曾经伫咧1994年之前哦，有把这个3月7日当作是国定假日来庆祝哦。不过啊，有考虑到讲，这妇女节袂使只有女性放假尔，因为女性放假会影响到各公家机关也够企业的运作，所以咧为着吼这个儿童节放假儿童啊，有家长会使来照顾，即卢进步伫咧1991年。的时阵哦，伫个妇女节也佮有儿童节来合并，变作是4月7日来放假，所以咧在清明节啊，安尼一连续落来有连续假期，一直到即个1998年的时阵哦，才正式取消妇女节放假的规定哦。安尼佮来看其他国家是安怎来庆祝即天咧。会使看到哦，即个美国啊，会有工作游行，啊，佮有西班牙有类似大规模游行来争取女性的平等哦。啊，那俄罗斯是会买花来庆祝个，像我今日就收到一个玫瑰花啦。啊，佮有中国的政府呢，是鼓励头家和女员工来放半工，也是一工假期哦。啊，澳洲哦，也佮有即个英国会举办圣诞帽，也佮有主神花，和大家来了解即个议题。以上这是国际妇女节的。立刻下载静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